最后100米，英明勇将仲系占先，埋边啊特醒，出边心中有你，英明勇将赢啊，跑第二名特醒啊，第三名心中有你，第四名。边有超威星啦，跟住超威星后边内栏浅蓝衫宜昌飞驹想攞出嚟，但系一路运紧啊，外边冚上嚟噶嘛，最出显心星啊，砰砰声上嚟啦，斗到嚟最后300多米啦，前面透出嘅嘛，中道位置咧就宜昌飞驹，外边显心星已经上咗嚟，入边位置仲有超威星，最后100米埋边宜昌飞驹，出边显心星，宜昌飞驹压住显心星，显心星有少少外线啊，宜昌飞驹赢跑。福将啦，外边啊木火同明啊，外边位置仲有英明勇将啊，勇将啊，马林中间揾紧位咧，仲有紫色眼罩嘅特醒啊，外边追啲嘅马咧，仲有心中有你啊，好啦，斗到嚟最后300啦，龙友就已经透出咗噶啦，咁啊见到咧就外边位置心中有你最出上紧嚟，中间粉红眼罩系英明勇将，入边紫色眼罩系特醒啊，最后100米，英明勇将仲系占先，埋边啊特醒，出边心中有你，英明勇将赢啊，跑第二名特醒啊，第三名心中有你，第四名系龙友。终点显心星都赢到冇得跑噶啦，跑终点心中有你抛嚟夜马跑第二名。仍然贏包尾咧就超霸無敵啊！好啦，入正直路啦，前面透出仲係太陽戰馬噶，中間牛精大哥紫色眼罩，埋邊咧仲係勇冠多，外邊追啲仲係善傳千里，最出嘅一對咧有呢只桃花王啦，最外邊就宜昌飛驅啊！最後100多米太陽戰馬走甩咗多少啊？特醒喺中路揾到位上嚟，外邊仲係勇冠多，最出宜昌飛驅接近終點，潘頓今晚已經贏3場啦，特醒贏啊，跑第二名，宜昌飛驅啊！特醒在上季已由苏伟贤转投伟达马房，可惜伟达一直未能为马主交代，最后马主决定重投苏伟贤马房，转仓后出战3場取得1勝2位，未失3甲，上季770場次3甲马所造时间出色，有望成为一场 key race。 而特醒跟心中有你所造最后2段时间较超斑马显心星更快，心中有你及显心星再出均能轻胜，来季特醒一出便要继续留意，日后亦可继续留意在田草1200米最后2段能做出44秒内的慢匹。